这是慈禧太后陪葬的玉西瓜，这个玉西瓜不是给人刮了吗？最近有个外国人愿意出100万现大洋购买这个玉西瓜，啊，100万现大洋，这么多？嗯，交易的前一天晚上，玉西瓜被人偷了。哦，是谁干的？你们看。 就是他，什么家伙？大哥，他是谁啊？哼，峨眉派第十传的铁桥猴子。哎，千里马，你的见闻多，有这个人吗？几年前在江湖上。 很有名气，现在不是七八十岁了吗？龙头大哥，军部李秘书来了，请他到花厅坐。是。你们从峨眉派里面调查，谁把玉西瓜夺回来，张大帅的赏金10万大洋。哦，10万大洋。李秘书啊，有什么事儿？ 要劳动你老人家到飞铺山庄来呀！哦，奉张大帅之命，向龙头大哥传递一个消息。哦，天河镇，峨眉十二传。嘿，哈！ 你去那儿干什么？哎，朱家要请个护院的，朱太太说啊，最好是请你的大徒弟龙三儿。哦，龙三儿。朱太三是个暴发户。哎呀，你管人家怎么发呀？ 有钱人家瞧得起峨眉十二传，那就是你的面子啊！哼，哎，嗯，13点，13点，13点，哎，什么事？ 行，难怪你妈叫疯婆子，生个女儿也疯疯癫癫的。哼，不要提我妈好不好嘛？提也没用啊，她把你丢在我们家已经8年了，现在不知道疯哪去了。哼，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你知道你师父喜欢吃卤鸭子吗？知道，师父吃卤鸭，只吃2条鸭腿。他。 不吃鸭屁股的，对了，他最怕鸭屁股的骚味儿。哎，
我也怕它骚哎，快点把鸭腿啊给砍下来，放在饭上蒸热了，好给你师傅下酒。我知道了，快一点啊！哦。 什么？没有，我是说鸭屁股，好骚好骚啊！是三点，老骚，老骚，什么味道啊？ 是三点的丫头啊，搞的鬼！嗯，好香啊！嘿，鸭腿蒸饭香喷喷呢，老妈温馨，口水连连。 几年没见了，是啊，所以我一到天河镇，第一个就来拜候你何师傅啊。冯三儿，哎，我差一点认不得你了。秦总啊，镇长离开天河镇的时候，我才16岁。哎，是啊，真快啊！哎呦，原来是李镇长啊！哟，没见你有6年了。师娘你好。哎呀，不要叫师娘嘛，太见外了。 十三点，啊，馆里来了贵客。谁啊？李镇长，哎，酒在哪儿？啊，在那儿呢。啊，李镇长，我不认识啊。6年前是他介绍我到这儿拜师学艺的。来，我来帮你送菜。哎，菜放在哪儿？那，在那儿，我马上来啊。 没工钱扣啊！哼！哟，李镇长啊，您不知道，最近啊，咱们的龙三儿啊就要到朱家去当护院了呢。哦，龙三儿啊，恭喜你找到了好差事了。哦，这门差事我不想干。朱老三是个暴发户。哎呀，你呀，跟你师傅一样的脾气。 朱太太瞧得起你，才请你当朱家的护院呢。朱老三是天河镇的有钱人家，你做他家的护院也是你师父的面子。是吗？嗯嗯，护院。哎，什么叫做护院啊？保镖。哎呦，朱
你这副德行啊, 哈, 还要人家倒塌标呢, 哈, 十三点, 啊, 不要乱说话, 鸭腿呢? 啊, 在这儿。 哎呀, 啊? 好骚啊。 哎呀, 十三点, 这是鸭屁股啊, 鸭腿呢? 我明明把一双鸭腿放在饭上的蒸的, 怎么会, 会变成鸭屁股呢? 你这个馋嘴猫啊, 一定是你把鸭腿给偷吃了, 是不是? 哎呦, 你这个死丫头, 哎呦, 我敲死你, 哎呦, 十三点，把饭锅拿下去吧。 哎呀，你这个死丫头啊， 疯疯癫癫的， 就跟你妈一样。 哼，你冤枉我， 还骂我妈。 师妹，不要哭了。 你还要干什么？ 以后不要提他妈，他会难过的。哎，是不是我卸任前大闹天河镇，挖了龙头大哥眼睛的那个疯婆子？哎，就是他呀！这疯婆子一跑啊，丢下一个十多岁大的女儿，元彪心眼好，收养了他。咱们这儿的人呢，都叫他十三点儿。好了，不要说了。镇长啊，我们喝酒。 我明明把鸭屁股往墙外丢的，怎么又回到饭锅里来了呢？算了，这怎么可以算了呢？师傅也没追究。哎，他连我娘都骂上来，不管，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的。哼，对了，不是这样子扔的，老骚货！哎，对了，我就是这样扔的。哎，师兄，我那就是这样扔的，快跟我来嘛！ 一定是他，你说那个打精的老顽童，不会吧？我们去看嘛。我们叫醒他。别吵了，这老人家晚上要打精的，走吧。 哎，别走，别走，我发现了偷鸭腿的线索嘞！你看，两个骨头都在。哎呀，糟糕了！哼，就是他偷的嘛！捉贼拿赃，这下子你可卖不了了。 馋嘴猫，哎，起来呀，真睡还是假睡啊？这个馋嘴猫变成赖死猫了。哎，我替你换瓶老酒。 是臭啊！师兄，叫醒他。
老前辈。哎呀，那么客气干什么？把两只椅子拉开不就得了吗？来，来呀，快啊！我们来拉开椅子，非要把他叫起来道歉不可。我也拉不动。奇怪了，我看呐，这两只椅子一定是连在一起的。让我来看看。有鬼，把他拉掉。嗯，再来，用劲，哎呦！家上班呢？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啊！十三点，快点去礼泉酒庄给你师傅买瓶五加皮回来啊！五加皮啊！是不是啊？我这哥俩好啊，亲戚高走啊，瞧亲戚二位算算账啊！我喝啊！哥俩好啊，快来吧，小二，来壶大的，啊，来壶大的，快！啊，是，掌柜的，嗯，刚才那桌客人又喝了八瓶了，又要酒，怕什么？啊，谁敢在铁流溪店里白喝？嗯，是，哼，真是。怎么？不认识我了？哎呀，老四鬼影脚，好久不见了。老哥，好吧。哎，鬼影脚，你还是老样子。大哥跟三哥明天早上都要来，什么事儿？我鬼影脚怎么会知道？鬼影脚，呸！王八蛋，又发酒疯。嘿嘿，
还早吧。哎呦，老板，先赊一瓶大的五加啤给我好吗？他妈的，老醉猫，你一个月赚多少工钱呢？三个吊钱啊。你晓得大号五加啤多少钱一瓶吗？我晓得，一个吊钱。小玩意儿。为什么不把五应敲完，我可以收工睡觉了。我敲你的老骨头。算了算了，还不快滚。好，滚，我老骨头滚。哎呦，馋嘴猫，你干什么？我没干什么，不过你把我酒瓶夹住了。哼，我是有名的十三点，你竟敢在我的面前玩十四点啊。我这么大把年纪，我怎么敢玩你呀？十三点，你真的把我酒瓶夹住了，就在你后边，你看看。馋嘴猫，你要死了你！哼，我也玩他一点，别生事。这小妞是峨眉十二传的女弟子。哦，峨眉十二传？怎么了？峨眉十二传放上你了？哼！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姑娘，你又来替你师父打酒是吗？哎，我们馆里来了贵宾，今天晚上买瓶大号的五加啤，多少钱呢？不贵不贵，只要一个吊钱。哎，客官您菜到了啊。哎，他是什么东西啊？姑娘别生气，他是我的拜把兄弟鬼云角。哟，你们俩兄弟倒是挺配的啊，一个烂头，一个臭脚啊。小婊子。还是这个老脾气。哎，我这只臭脚啊，踢人家骚屁股上了，真是倒霉啊。哎，五加皮啊。
哦，对了，最近你有没有什么武林中人到天河镇来呀、啊？没听说过、啊。师傅师娘，这是李泉酒庄最好的武家皮呀、啊，是三点。嗯、镇长来添点酒。师娘好酒量，你多添点。哎呀，这闲着嘛，打打纸牌，空着呢就喝点酒。这人嘛，才不会老嘛。来来来来，请。哎，打搅了。哎，打搅你了。哪里哪里。怎么了？十三点、啊，这什么酒啊？哎，五加皮呀、啊。五加皮。啊。怎么臭臭的？哪里呀、啊？我只觉得酸酸的，还不错嘛。哎呀，简直像尿水嘛。嗯，尿水。尿水啊！原来是我们家后门外尿缸里的尿水。要怎么也约到啊，我到他常去的大小窑子酒家都留下话约他今天见面的。哎，这家伙一定是给婊子迷昏了。我来了，严耀子来了。大哥传告，婊子在骚也迷不住我严耀子的。哎，大哥有什么急事？哎，有事到我店里再慢慢谈嘛。哎，对，哎，走吧，走吧，哎，走。大哥这次急着到这小地方来，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？哦，你们听过慈禧太后有个玉西瓜吗？啊？哎，不是给人挖去了吗？对，给人从棺材里面偷去了。现在有个外国人愿意出100万大洋买这个玉西瓜。啊？啊？100万？100万？嗯。嘿嘿嘿。可惜这趟交易给人破坏了。哎啊，在交易的前一天，这个玉西瓜在机关重重保卫森严的大帅府里给人偷去了。啊，哎，这家伙好大的本事啊。他就是铁锹猴子。啊，铁锹猴子？是他？嗯，铁锹猴子是峨眉派第十传的高手。峨眉第十传是12传吧？听说铁锹猴子这个玉西瓜带到天河镇来了。啊？带到我们这小地方来？
不会吧？天河镇最大的门户朱老三，也不过是万把银子的家当。大哥，我已经调查过了。铁桥猴子说，这国宝绝不能外流。看他的意思是，要把这玉西瓜藏起来。哎，大壮，那您的意思是？我要这100万。可是我们没有铁桥猴子的消息呀。铁流星啊，最近天河镇有没有外地人的来往？没有啊。那就要注意这峨眉第12船的武馆。哎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这个小妞儿就是峨眉12船的女弟子。哎，李文景，李文景。哎，老板。老板有客人。龙三爷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两位有什么事要找我吗？你店里卖的是什么酒？又酸又臭。还有，你那什么鬼影脚的兄弟，居然敢当众调戏我呀！哼！哟，十三点啊，你不来找我，我也要找你算算账！小兄弟，停手，有事好好的商量嘛，何必要搅和人家的生意呢？我们的事不用别人管。哦，哈哈哈，姑娘，昨天你们馆里请的是什么了不起的客人呢？城里来的大官大贵人呢？怎么样？哦，哼，哈哈哈哈，那我倒要去拜访拜访了。哎，不跟你去。哟，龙蛇飞鹰犬吗？跟我走，走啊！走。传说你们峨眉派的老前辈铁桥猴子，在天河镇住了1年多，是吗？没听说过。哦，铁桥猴子是我们峨眉第12船的老前辈。他老人家来了，一定会跟我们峨眉派的后辈见见面。这个传说恐怕靠不住啊。我那班没有管教的徒弟又闹事啊。年轻人都是这个样子。什么事啊？
一定是空洞派的。空洞派？他使用的是龙蛇飞鹰拳。龙蛇飞鹰拳？十三娘，我们要来找你那大官贵人。哼，祝师兄，不要给他们闯进来。上！啊！慢点，过来。空洞派是我们峨眉的死对头，千万不可轻敌。什么？快开路吧！好，让武都惊烟。啊，原来是瞄上武都惊烟了。峨眉派的硬功还有点劲道啊！请问，不要问了，我是来找他的。找我？我李某跟阁下素未谋面，不知道有什么地方开罪了诸位。嗯，你是从京城来的吗？是啊，我到京城来采购一点礼物，路过此地，特意来拜访多年未见的何师傅。哎，还带了件贵重的礼物送给何师傅吗？是不是玉西瓜？啊，玉西瓜？什么玉西瓜？你们峨眉派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从京城督军府里偷去了陪葬慈禧太后的玉西瓜，声言国宝绝不外流。师父，这件事我们做得很对。哼，你们倒说得漂亮，可是江湖上的朋友却不能放过这价值100万大洋的玉西瓜。100万大洋？哼，姓李的，我看你还是乖乖的把玉西瓜交出来吧。诸位，你们恐怕认错人了。啊，废话。上。放心的，有我在，不用怕。Yeah.
你打死你！哇，好家伙！打呀！来来，哈哈，快来！你们两个把那个姓李的抓过来。好好，快点！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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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峨眉十二传今天要决在我金眼熊的手里。哎呀，这真是丢峨眉十二传的脸呢。什么运气吧，我没搞走。两位大爷， 你们大概抓错人了。运气吧在哪里？ 我不知道。快说，不要玩的话我就要你的命。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们饶了我吧。走，我实在不知道。两位大爷，你们一定抓错人了。哎，少废话，快快走。你们抓错人了呀，放了我吧。大哥，这个老家伙一点武功都不会，价值100万的玉西瓜怎么会给他带走了呢？不可能的。从京城到天河镇有300多里路，跑这么远的路就是为了看看峨眉十二传的朋友，有这么简单吗？有道理。走，饶了你。大爷，饶了我，我不知道什么玉西瓜。到临头你还不说实话。真的。好，我就把你推下这千层瀑布淹死你。对，大爷，饶命，饶命。把他带到飞瀑山庄再说。老家伙，便宜你了。走，走。龙头大哥，这个家伙6年前是天河镇的镇长，他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这个时候从京城去到了天河镇，一来就进峨眉十二传去找何元彪。我看你们四位倒蛮精明的，查到玉西瓜下落了吗？啊，这
哎，龙头大哥，这个家伙他装蒜呢。好，来人呐，在，把这个信里的关起来。是，不用读信，这个家伙是不会说实话的。哎。师兄，你哭也没有用啊。都是我不好，害得师父受了伤，还连累了十几个师兄弟。哎，哪一个没出息的东西，大白天的在哭哭啼啼。对了，就是他。你们找我干什么？救命恩人呐，快走啊，快嘛，走啊。老前辈，你们也叫我老前辈啊。十三家，以后还敢不敢换我的酒喝了？不敢喽。你们找我干什么？拜您做师父啊。拜我做师父？哎呦，我的天哪。此后老顽童白天教龙山练铁桥功，夜间教十三点练峨眉脚尖腿。好吧，还好。好的还在后头呢。师公，你干什么？峨眉的铁桥功啊，只剩下我一个人会。现在我把它传给你，你要好好的学。Thank you.
不行啊。哼，师公，你好偏心啊，叫龙三练铁桥功，你就不教我练。哼，哎，他是男子汉，我就教他练硬功。你是女的，今天晚上我就教你练练什么？练软功啊。软功啊？软绵绵的练了有什么用？小丫头，这软有软功夫，有时候硬功夫碰上软功，他就吃不消啊。来，我教你一套峨眉脚剪脚，你看着。上来！我呀，上去！我好高哦！你怕我就不叫喽。我怕。上去！走过来！哎呀，过来了！跟抬高，哎呀，不行啊，再高点，过来，走过来，稳着点，过来，慢慢的高，快，来。厉害！据传来的消息说，铁锹猴子这老头还藏匿在天河镇上。不会吧？镇里来了陌生人，我一定会知道的。那么，正当你要动手杀死峨眉十二传那徒弟龙三的时候，是谁丢下了一片瓦，把龙三给救了？哦，对，我也奇怪。龙头大哥，你怎么什么事都知道啊？外面的事，我有耳目。哼，铁路线，你们快回天河镇，去查查看。是。偷点菜给师公下酒，等一下不管他是软功硬功，他非叫我不可。师公，师公，哎，中午睡一觉，夜半敲五更。哎，这个对联写的不错，哎，我也来对一对。下酒有好菜哦，杯满香千里哟。哎，这酒好香哎！嗯，哇，这葫芦好漂亮啊！师公，师公，好吧。留给你夜半敲五更吃吧。
小心火烛啊，关门放狗啊。啊，我问你，啊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叫铁锹猴子的老头啊？有啊，刚看见一个像猴子的老头，他在哪里？他快说，他刚到你庄里喝酒去了。真的？我骗你是王八蛋。这些王八蛋。奇怪了，师公为什么还不来呢？哎，今儿晚上没有听到他打金的声音啊。啊，什么东西白白的？莫非是见鬼了？我才不怕，哼，有鬼我也不怕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哼。啊啊，我怕他。喝了人家的酒，功夫不教也不成啊。琴藏被识破，国宝琴保存，阿山好学武，素受猴形拳。铁锹猴子，对，如今时机已成熟，我应该教我女儿阿山学习武功。进步很快呀，蛮好玩的。哎，这西瓜我可以吃吗？我渴死了呀。哎，干什么？练功还吃东西？小的就好了。继续练，不许停。站好，站好，站好嘛。哎呀，比我师公还要凶。你师公好偏心呐，只教龙三练铁桥功。啊，铁桥功？什么叫做铁桥功啊？铁桥功先要锻炼推打。哼，那我才不学呢。学铁桥功，敌人打他越重，他的反弹力越强，最后敌人伤不了他，他却可以伤害敌人。啊，怪不得龙三要学铁桥功呢。哎，师公教我脚剪腿，你看学会这个有没有用啊？当然有用哦，那非得花上个十年八年的功夫不可。哈，十年八年呢？哎，那我学会了就变成你这满头白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该打，该打。
我该怎么称呼你呀、啊？你该叫我……嗯，不，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啊，因为我没教你什么，以后你还是叫我哎，好的。哎，你不要生我的气哦。哎，碗里的西瓜可不可以吃啊？可以，不过有条件。条件？嗯。什么条件啊？你用师公教你的脚剪腿站在这西瓜上面，西瓜不破，那就随便你吃。好，我要这个大的。嗯。哎，会不会破呀、啊？你试试看嘛，上去。哦，上啊，上去。嘿，好，提气啊，提提气。哦哦哦，好。提气，对，就这样，好，继续练，不要停哦。哎，好，我可以站三个西瓜了。说什么？以后不要叫我哎，不叫哎，叫什么？叫师傅。凭什么我要叫你师傅啊？好，那我就教你练一套拳，叫猴形太极。猿猴变化多端，是蛇形雕手的克星，敏捷灵活，是精英龙爪的丧门神。猴形太极，柔中带刚，绵里带劲，硬攻难防，飘忽消耗，轻攻难逃，滚地跃窜之速。京的老家伙离开了天河镇，经过关卡的搜查，他身上什么都没有，而且是个老醉猫。哦，
难道说是铁锹猴子？不会吧。另外还有一个龙头大哥不爱听的消息。什么消息？你的冤家白兰花来了。啊，下盘也不稳。出手要有劲儿，下盘要稳。这样，哥哥。继续练，蛮有天才的。当然了，我妈喂生我的时候啊，是江湖上有名的女镖客。你听过金枪白兰花的名字吗？没有听说过。我上身采点药。谁生病了？药是用来给你熬筋骨的。啊，给我熬筋骨的？那多采点香囊。好。我告诉你，别让陌生人看见你在这里。我知道了。救我！什么事啊？李镇长求救的信。啊！真闷死了，大哥。为什么龙头大哥要我们住在这里？哼，还不是为了那个玉西瓜。我不在乎那十万大洋的赏金。就算那个玉西瓜给我们找到了，那十万块大洋的奖金也未必会到我们手里啊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张大帅的军队三个月未发薪饷了。再下去，士兵就要开小差了，逃的逃，跑的跑，那么张大帅的地盘还可以保得住吗？卖了玉西瓜就保住了张大帅的命。哼，我们黑道上有句话，皇帝卖了天，买卖做不完。可是我们龙头大哥为什么要替张大帅卖命呢？龙头大哥就是张大帅的特务处长。哦，原来是大官呐。那我们算什么？呸！狗混子！烟花的姑娘，嗨，这个、小子，龙头大哥让他到峨眉十二船去送信去。这个、小子一定是又跑到婊子那儿过夜去了。送什么信？李镇长的求救信。什么人在唱歌？呀哈！老大，你们都在这儿等我啊！那不十三点吗？哼，好啊，你们四个家伙在这干什么？哼，我正在找你。Yeah.
及身后，伤势很重。可怜我这个做母亲的，不敢同自己的女儿相认，因为我不愿破坏她脑海中留存的美好回忆。龙头大哥，何师傅，还认得我吗？六年前我奉命到天河镇，干掉一个替南方军队运饷银的家伙，你还替他打抱不平，协助镇长来抓我。哦，原来是谋杀神拳金剑的银陵魔鞭李双明。现在应该改个名字，叫李丹明。哼，峨眉派的铁锹猴子在哪里？快说！哼，铁锹猴子老前辈，我从未见过，问我也是白问。龙头大哥，别跟他扯废话了。这个家伙不识相，既然有胆子走进飞瀑山庄，哼，我们就让他从千丈瀑泡着回去。李镇长对峨眉十二传开山立户有的恩惠，难道说堂堂的何师傅一点义气都没有吗？不是为了李镇长，我不会一跃单身而来。讲义气，哼，神拳金剑是你同门师兄弟，你为了一点小名利谋杀了他，这还算是义气吗？听说玉西瓜是我们民族遗传下来的艺术品，铁锹猴子不让外国人拿走，你说不应该吗？来人呐，看我来收拾他，活命了。我和他有点恩怨，当年要不是他透露风声，那女冤家也不会找到我头上来。何师傅，你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峨眉派，我饶你们不得！你找谁？我来找峨眉十二传的何师傅。啊，请吧，请。不会有瓦片来救他。杀了我师父！哼，是我。你
把这小子抓起来，起来。居然连我这个龙头老大也被你骗了，哼！可是我今天却饶不了你。你杀了我丈夫，还借着张大帅的势力，逼着我离乡背井。妈，他就是杀我爹的阴灵魔鞭。我们要报仇，不可以轻易妄动。啊，原来这小妞是神拳金剑的孽种。小心！今日不同往日了啊。
西瓜。菩萨，这是什么？玉西瓜，我看看。今日仍未发现，据说白兰花母女把它埋藏在峨眉十三峰之中。1935年，四川文教工作者曾经组织探险队搜寻玉西瓜，结果一无所获。